兄啦哈，谢谢不祥。来，你像同学感谢他在直播间和朋友们共同来赞助的爱安干哈。来，咱们继续中午的公赛，共同来参与爱干这场盛会，谢谢感谢你啦哈。来，呱呱叽叽继续过来邀请，给咱这位辣妹水姑娘哈。来，安排这位下当讲是非常水哈，重点体格嘛非常赞。爱干咱之前就要说安排的咱的水姑娘哈，大家拢非常水哈，所以邀请给咱现场和朋友来投投大家欣赏，谢谢感谢。来，今晚继续过来邀请给咱辣妹我们司仪。来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来安排一首台语的歌。谢谢感谢，来，今晚来赶紧继续吼，过来来四姑娘来代表好听歌曲，上台去多当桂花冠，来，来，我们来一首好听歌曲，来，七朵花桂花冠。Thank you.
赞助了哈。来，那个音乐放在这里先，把酒杯准备放中间，那个黑皮那个玻璃黑哦，嘿嘿。马上咱的话，把咱泡过一只现金，他甲无底黑。来，英国来个办个收收叫。有啊，啊你即摆才来呢啊？啊你啊，你伫遐等啊？有啦有啦，等来等我。谢谢。来，我想伊若输赢的时阵，我卖晒啦。啊你卖晒。来，哎，我算年龄嘛吼。上吊，要感谢咱请主当司令了吼。那伊个丢当司令，咱张伟新大哥应该丢当司令，张伟祥大哥吼。来，等下两位请主当司令哦，上座的应该在里面也演出。来，直接把叫咱请主当司令了吼。这里当一日好，两日好，日日将在有进步，下当那个进村两日村，代代出着好子孙哦。谢谢，感谢咱请主当司令了吼。来，咱的水果就是自己去挖，但都是非常好听吼，好咱欠欠好像收获一种感觉。没什么可言的。唱歌真差呀！啊，这种阿不听你唱歌未啊？你唱歌舒服了，感觉那像一种风格风吹啊！那你讲吹，风吹了是袂困去的感觉。有啊，我有种感觉。真的吗？我感觉这种风在困，感觉都舒服。真的真，你表示讲，因为你唱歌较顺嘛吼，啊，袂像迄种有人唱歌都差的，迄种感觉无同款啊。所以每一个人欣赏角度无同款，有人爱听种顺顺啊，有人爱听种那差别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收错了无？爱种迄种，迄种咩来讲？迄种高亢迄种好无？啊，迄种高亢，敢有来讲都差的了。哎，头家迄种影响也无介好，伊来影响爱情观。哎呦，所以咱无咧现场好变化，不会欣赏的角度，会当讲是无同款吼。啊，当然欣赏帅哥那个角度，会当讲无同款。有爱种高亢，有爱种这种娇小的人吼。啊，但是哎呀，刚才帅哥，你啊大家拢体格非常水吼，拢非常有。重点吼，咱无生过囝哦。来，所以要请到
现场边吼，一人来来甲咱豆豆来甲欣赏吼。啊，你甲咱妹妹唱阿妹。有啊有啊。啊，你有唱过来哦？好啊，你袂真的唱来哦。你的心还没收回来。我的心还在日本，因为我买不够啊。还想去买就对了。对啊，啊有一个人旁边无搞啊，迄个小林讲吼，伊钱开甲大啦，伊搁当借钱啦，伊头一届出国啊，啊伊是收本的啊，啊钱开了了啊。伊讲你们好夸张哦，太夸张了，结果收憨啦，他自己一个变个无钱啊。他自己也很夸张，对不对？系啊，因为他是该收欢喜的。不是我讲，人家你真正会足夸张的啦。不是甲我，千万唔通讲我。不是你啦，不是我，凶手绝对是黄嘉琪。我姓黄的嘞。是姓黄迄个嘉琪啦，伊足恐怖的，所以凯云唔敢甲伊行做伙。你得让我们到人会啊。对，我们到澳内的时候，我们就分开了。分开了哦。因为甲黄嘉琪做伙的时阵哦，伊逐项物件拢哦，就想，有够想诶，哦，就好食，就好食，有够好食啦。所以哦，小林甲伊到底两届了，伊就沦陷啦。洗脑了。对，啊，迄个凯云甲一工来讲，我买对你啊，因为我们买东西都分开买，才不会被人家收单啦。因为日本实在太好买了。对啊。啊，我搁都全部无洗掉了。都无买，都无买掉。运气无洗掉了，相关的啊。这生气。现在够你洗了，准备开偌济了。我嘛洗了两本单尔啦，哎呀，两本单都无够。都无够啊，对啊。所以吼，无多啦，所以我决定吼，每年都去啊。我今年一届就好啊。无安尼太恐怖了。真的呢。所以我甲小林讲，麻烦你即马开始欠钱，欠嘛，每年要搁来钱。每年。啊，每年赚较济，千万唔通甲黄灿是借钱。啊，伊都有咧供应的对啊。伊有咧供应，伊算钱太济了嘛。你我好叫富婆啊。你是旧翁开啦，旧翁开啦，他真的蛮厉害的。所以他就很讲好便宜，好便宜，好便宜。所以都讲好便宜，好便宜，有够俗，够俗的，阿妹都坐啊，大家拢在买啊，买袂煞啊。所以甲伊做伙绝对沦陷的。啊，所以明小林明年，我甲讲你千万唔通甲伊行做伙啊。明年个人有夹个人的，我先一人一路就好啦。所以这个克制力啊就够了。真的吼，凯云应该就是蛮会。凯云没有他真的蛮会克制的。伊讲我炸鸡尔，但是已经卡翘，因为我怕是要开偌济尔。伊讲我克制，结果伊嘛是沦陷，只是伊无开甲大尔啦。小林开甲大啦。啊，所以小那个凯云够些克制能力的，啊，因为小林是头一次出国嘛，就很新鲜，很兴奋啊，啊，但是真可能的啊，在台湾主播搞起来个主播，那我嘛真可能，我根本就可能的啊，在台湾西部搞起来个西来搞啊，西是啊，今天啊，你啊，都我西啊，那个伫厝的西都六个尔，去到遐西十四个了，我今天都西三了，哇，一个所在西无同款，刷到你真正是恭喜，真的哈，刷到我绝对教足侪现金诶，嘛教足侪，教足侪负债，嘛教足侪厝诶，啊伊讲拢买厝嘛，啊拢负债啊，所以娶着我是一种幸福，嘛是一种负担呐，我也是白二啦，幸福的负担呐，真诶，但是我把韩工连我做你啦，我向资本西山高干抓紧啦，这是我的优点呐，啊这是我有一个坏处呢，想熬开去啊，这个熬背，我知，我了解，这个没有办法。
刚麻烦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跟我同齐出来，你试试。我觉得 OK， 我觉得日本真的好，对啊，因为真的是太好买了啦哈。真的。来，谢谢。啊，你刚我那个出国的时候，我刚跟你招，因为我拢是差不多年底就买明年的机票。啊，你较上啊？嘿啦，啊，但是较欠我无上啦。我刚刚自由行哦，跟那个跟团的哈，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啦。跟团是吃的东西比较大，较好啦。那个你吃吃就饱。家己吃的吼，家己自由行吃的物件，比较没有像吃那么多，就是自己喜欢。可是他们那边东西真的是太咸了，太咸了，就咸的呀，哎呀，真的是上底飞机在机场里面吃到最好的一餐，完全袂咸的，真的咸。其他单位，所以伊日本啥物上神，你敢知？西游记的点上神。你有在注意哦？哇，足多啊！因为我问我的司机嘛，我有一个司机甲我载啊，我甲若有需要，顺便甲可以啦。然后伊就讲吼，我日本人吼，迄个西游记的点上神，因为伊食伤咸去啊，真的哦，太咸了，没办法，我都符合伊的咸度啦。难怪有一个主妇在那边负责。真的啊，早餐啊，因为重点是消费太高了，所以没得改住哈，把它睡了。哎，我那边叫那家吼，可能会倒哦，会超过两本啦。所以我派我炸一个煮饭的去，袂歹啦，袂歹吼。到年假你有机会到东西来，你当食迄个煮饭的菜吼，够厉害吼。来，谢谢来，赶紧继续给他安排好听歌曲。回乡路，谢谢。来，继续安排好听的歌曲。回乡路，嘿嘿。都想想你，不知何去去，外国的野兽一片海大海。梦想心中转转转秘密，我是陌生的房间里。Thank you.
来，谢谢，感谢，来自杨梅，念出来，金山好听，多谢啦哈，来，来，很。